嗨，欢迎来到我的群，我是小伟，才刚下班。最近呢，刚刚换了一个新的工作，所以在时间点的磨合上呢，最近还是有点忙不太过来，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可以好好拍片。龙卷云现在都已经出了第几天了？第三天了是吧？第三天了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拍任何一部关于龙卷云的影片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打我们龙卷云。刚刚远距票打了一场，来吧！现在活动非常的多，我们直接来预感一下今天的第一场，我们收尾。哎呀，没有。好的，那龙卷云现在副科呢，也让副科是有设围的。现在这个时间呢，是一个索利普的一个焦点时刻，所以他现在非常的彗星捕捉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不拖时间，不拖泥带水。好，这是普普。索利普的话呢，因为之前有看过设围了，所以这次就佛系点。对，好，那看一下任务的部分，现在有个天地神话的一个任务。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有几张啦，它总共四天，然后捕捉十只地面蜥，然后上面那个任务我解完了。对，再来的话是关渡地区的挑战，这个是我们一个活动的补偿的。各位不知道对于这个补偿的话，你有付费的玩家，你觉得这个补偿是 OK 的吗？我个人是觉得该怎么讲呢，说不上来，好像不太有诚意，对不对？这次补的东西都是虽然给的很多。给的种类很多，但是东西都只有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，但是有点可惜啊，我本来以为补偿会更多一点。好，那看一下我们现在特殊调查部分的一个传说的季节。对，这应该是关于一个传说的季节，这里是今天登场的。那今天中午稍微截了一下，现在截到第一章，我们要晚一点可以稍微把它截一下。那长期任务的部分呢，现在解掉连续第14天，我非常怕它断，每天睡起来第一件事情打开 Pokemon Go 然后抓一只，不然它如果真的断掉就30天重来耶。然后可能要找时间有放假的话，我可能需要去抓一下我们的龙属性的 Pokemon 还有恶属性，这两个现在好像有点少，对，有点少。 OK， 哇天哪，这索利普是怎样，我一登录然后就给我来一个，这是什么入教仪式吗？这个索利普傻眼猫咪。 OK，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上礼拜的设围。上礼拜的话呢，设围我好像捕捉的是六只的样子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那上礼拜小军雀活动呢，我因为有事所以不能参加，但我还是利用休息的时间点了一下，点到了五只的设围，还不错吧。那最好的话呢，设围的全部都普普啦，都没有很好。那烈剑鹰的话，这只有一只高达 IV98 的烈剑鹰，还不错吧，虽然攻击是少的啦。那这只的话，开图也好像也只有高级联盟的时候可以使用而已，其他的用途好像倒还好。火飞的话，我们会有蛮多的选择，对，不一定会首选烈剑鹰。然后呢，在活动结束的时候呢，随便点点点点点到了一只社会的小拉达，耶！好，那关都的小拉达以及阿罗拉的小拉达这两个社会的图鉴呢，都已经寄到了，耶，非常 nice。好，那等一下风筝两边好像有几颗蛋要开的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拿着相机出去打个几场的龙卷云吧，希望会有社会。糟糕，那个预感力有点不足，我觉得今天好像有点没有什么很大的自信，但我觉得还是得拼啊。OK， 那就 Let's go。好，各位，刚刚风讲花心那场打完了，然后来看一下14颗球，今天第二场设为龙卷云。哎，这个没有1853，我也不知道这只狗狗。刚那一场20人打很快，就在第二。好，先丢了，等一下还有另外一场7:22开的，如果赶得上我们再打那一场。哎，好快，两球就抓到了 ，nice。看一下哦，这只的 IV 没有很好，可是不行。好，下一场吧。各位，刚刚很顺利的两球抓到之后，马上打我们第三场，接着的7:22开了一个100000，对，那在风甲工人这边，好，那就来吧。今天第三场来个设围吧，设一个，好像没有。1857，今天好像打的都差不多哎。然后现在看附近没有黑蛋了，等等先吃个饭，然后等一下吧。哦，可恶，这个三云神都会飘来飘去的，希望他灵兽形态不要飘来飘去，应该是不会的吧？灵兽形态在飘来飘去的太超过了。然后这次好像大家也都少少出色围，对不对？可恶，我龙卷云设围呢？
希望等一下晚一点还会再开单。刚刚看附近是没有了。哎呀，哇，这个 KS 哇，好秀啊这一球！哎，等一下，这么不给面子，丢这么漂亮。喂，皮卡丘顶回去，哎，那是神助攻皮卡，有吧？这球应该有吧？这就是我们伙伴的力量。Yes， 有没有看到？这是我们的羁绊。哎，这次好像也差不多哎，跟刚那个好像一样废。果然，今天打了三只都五七五三六七的这个，这真的不能看那么多哎。好，晚点看一下还有没有五星蛋，先去吃个饭好了。刚刚因为没有找到黑蛋，所以就放弃了黑蛋，反而开始解起了这次的新开放设备超北鼻。那现在补给站里面呢，能够转到朝北鼻的一个克力调查，对，那解完它的话就是可以捕捉朝北鼻。好，那今天刚刚接了三个，然后也回来之后顺路解了一下，来吧，三开朝北鼻，离开。哎，怎么是六位？好吧，再两个可能是朝北鼻了吧，再两个应该是侧朝北鼻，朝北鼻没有侧尾。超尾鼻的色尾蛮明显的，再来第三开，啊也没有，可恶，好吧，我们晚餐约会，那我们明天晚餐约会的时候，或许可以来稍微再解一下。好，那这一部影片发布的同时呢，今天晚上的六点不要忘记有龙卷鱼的一个晚餐约会，对，那六点刚好是我的下班时间，所以尴尬，真的尴尬，好，我应该还是会去打个几场啦，对，毕竟我现在色尾还没有开嘛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分享。那这次龙卷云的复刻呢，大家抽到色尾了吗？如果有的话，在下面分享一下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 Pokemon Go 呢，抽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就像你喜欢多是观看更多 Pokemon Go 影片的话，也不要订阅我们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